baby bus. Hi. 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的。一个上午一件厨具也没有卖出去。小小推销员真不好当。福霸餐厅。我还是先吃饭吧。目前双方比分1-1，准备进行下一轮比赛。美食大赛。妙妙也来参加。太好了，希望妙妙能得冠军。裁判，我的烤箱坏了。裁判，你看，蛋糕都烤焦了。你还是另想办法吧，不然河马就胜出了。我来帮你。这就是我的神奇烤箱，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烤上3秒钟，它都变成香喷喷的。可是这烤箱我不会用呀。我来。等等，香喷喷的云朵棉花糖新鲜出炉啦！哇哦！好美味的棉花糖啊。还有，你看这块烤焦的蛋糕，只要放进烤箱3秒钟。3、2、1，当当。这烤箱太神奇了。我宣布现在比分2-1，妙妙领先一分。太好了。现在进行的是炒菜比赛，壮壮选手被烟呛得不行了。妙妙选手有什么更好的表现呢？呛死我了。看我的。这就是我的神奇炒锅。自动翻炒无油烟。菜不会流出来，而且只要有一点点东西，它就能炒出一大锅菜来。好香啊。这炒锅太神奇了，妙妙胜。还有神奇汤锅。这又是什么神奇厨具？这是我的神奇汤锅，3秒出汤，自动送汤。好香，换个大碗装。餐厅老板也尝尝我们的汤。这么好喝，我来一个超级大碗。太美味了，实在是太美味了。妙妙胜，现在比分4-1，妙妙领先。蛋糕有了，菜有了，汤有了。我请大家尝尝新鲜的果汁吧。错了错了。中烤要在下，入烤要在上。装反了，要重新装。可是时间来不及了。没关系，那就做水果拼盘。
我这个神奇榨汁机正着装，嘿嘿，水果可以榨成果汁。装反了，果汁可以变回水果。啊，这么神奇？当然，嘿嘿，福爸，给我一杯混合果汁吧。嘿，哇！哇哦！嘿嘿，哟耶！啊！哦！现在比分5-1。真是大开眼界呀！现在我宣布，今天的美食冠军是……我抗议！刚才出彩的不是妙妙，是琪琪。琪琪没有参赛资格，冠军不能给他们。壮壮说的对，琪琪不是参赛者，他不应该得冠军。妙妙，对不起，我本来想帮你忙，没想到却帮了倒忙。没关系，虽然没得冠军，可是我见识到这么神奇的厨具，太开心了。可以卖给我吗？真的吗？你是我的第一个顾客哦。我们餐厅也要一套。等等，我也要一套。你们谁也不许跟我抢，琪琪的厨具我都要了。厨具卖出去了，哇，全都卖出去了，耶！喂，你好。是是。你怎么跑到厨房里来了？厨房里面很危险，要小心，厨房里面很危险，很危险，要小心，厨房里面很危险，很危险，要小心，厨房里面很危险，厨房里面很危险，厨房里面很危险，很危险。乐乐，我们一起去客厅玩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也千万不要去厨房玩哦。拜拜。哇，好香哦！看起来好好吃。我们赶快开动吧。好耶，我等不及了。这汤真好喝。好烫好烫好烫。壮壮，快喝点冷水。壮壮，吃饭要注意安全哦。吃饭要注意什么安全呢？吃饭的时候要注意安全，
一不小心就会受伤。烫烫的热汤，呼呼吹一吹，不烫了才能喝热汤。不要急，等一等，呼呼吹一吹再喝。烫烫的热汤，呼呼吹一吹，要小心才不会受伤。吃饭的时候要注意安全，一不小心就会噎到。好吃的食物小口慢慢咬，小口小口才不会噎到。不要急，慢慢来，一口一口慢慢吃。好吃的食物小口慢慢吃，要小心才不会噎到。还要注意什么呢？吃饭的时候要注意安全，一不小心就会受伤。吃饭不乱跑，乖乖的坐好，尖尖的餐具小心拿。不乱跑，不乱碰，小心尖尖的餐具。双手扶着碗，乖乖的坐好，要小心才不会受伤。小朋友，吃饭的时候要注意安全，才不会受伤哟。嗯嗯。欢迎光临，里边请。请问要点些什么？嗯，这个怎么样？什么？嘘，爸爸正在点菜呢。我要吃面，肉肉，我要肉肉。好好，爸爸知道了。咪咪乐乐，在餐厅里大声说话很不礼貌哟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当有礼貌的宝宝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那等下吃饭时也要注意礼貌哦。啊！自己自己吃饭，乖乖自己吃饭。吃饭的时候不会大声说话，乖乖自己吃饭，专心慢慢吃饭。嘴巴里有东西就不开口说话。自己吃饭，乖乖自己吃饭。吃饭的时候不会敲打餐具，乖乖自己吃饭，专心慢慢吃饭。吃饭时会记得小手会扶着碗。自己自己吃饭，乖乖自己吃饭。吃饭的时候不会到处乱跑，乖乖自己吃饭，专心慢慢吃饭。不会到处乱跑，会乖乖的坐好。来，我们的甜品到了。耶！嘘，我要做个有礼貌的好宝宝。哦，孩子们，今天我们家要举办派对。派对，好耶！我们得先去超市准备派对要用的东西哦。那我们快出发吧。耶，好啊！去买东西喽！我要饼干。逛超市，一起逛超市，我最喜欢逛超市。推着购物车，到处逛呀逛，不要撞到人。哦，咪咪，推
着购物车乱跑很危险哦。一起逛超市，一起逛超市，我最喜欢逛超市，推着购物车到处走呀走，小心慢慢走，耶、yeah! 一起逛超市，一起逛超市，我最喜欢逛超市，美味的饼干放在架子上，不要往上爬哦、oh! 乐乐，我来帮你拿架子上的东西吧。一起逛超市，一起逛超市，我最喜欢逛超市，美味的饼干放在架子上，大人帮忙拿，耶、yeah! 一起逛超市，一起逛超市，我最喜欢逛超市，新奇的玩具想要看一看，不要自己走，跟着大人才不会走丢哦。一起逛超市，一起逛超市，我最喜欢逛超市，新奇的玩具一起去看看，大家一起走，耶、yeah! 刚才在超市里真是太危险了，宝宝，我们以后会小心的。小朋友，你们逛超市的时候一定也要注意安全哦。嗯，再见。大大的超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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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喜欢喜欢去逛超市，啦啦啦啦啦啦。小朋友们，明天的野餐你们想吃些什么呢？草莓、香蕉、大包子、巧克力。我要吃鱼，这些我全都爱吃，我全都要。好，我们的购物列车就要出发了。买什么味的好啊？爸爸、奇奇、妙妙，你们去哪儿了？让叔叔看看，你们都买了些什么？小福，你拿了你最爱的鱼罐头了吗？小福，
小夫，你在哪儿？小夫不见了！小夫不见了！小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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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跟紧我，不要乱跑，不然连你们也走散了。怎么办？小夫不见了，他找不到我们，一定很慌张。是爸爸，爸爸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小朋友，你找谁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在哪儿呢？平时要记住爸爸妈妈的手机号哦。万一在商场和爸爸妈妈走散了，不要慌张，记得找保安叔叔帮忙哦。小朋友，你怎么一个人啊？是不是和爸爸妈妈走散了？保安叔叔，我找不到爸爸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小福。小福，你记得爸爸的手机号码吗？记得，是18120821858。妙妙，我们让嘟嘟来帮我们一起找小福吧。好主意。喂，爸爸，我是小福。小福，是小福。小福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一张桌子旁边。桌子？除了桌子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保安叔叔。小福，你把电话给保安叔叔，让叔叔和爸爸说。好。喂，您好，我和您的孩子在超市入口的服务台呢。小福在那里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小福，是不是吓坏了？以后可要跟紧爸爸，别再走丢了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小福，快谢谢保安叔叔。谢谢保安叔叔。不用谢，小福，你表现得很棒哦。因为你没有慌张，懂得来找保安叔叔，还能记得爸爸的电话号码呢。小福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好开心啊！小朋友们，如果不小心和爸爸妈妈走散了，记得找保安叔叔帮忙哦。最重要的是要记住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哦。再见。